大家好啊，我是 Daniel， 同大家阔别咗两个星期嘅 Open Car 讲经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喺回顾近期香港车坛发生嘅大事之前咧，记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最紧要咧系订阅埋我哋 Open Car YouTube Channel 啊。第一单要睇嘅消息咧，就系法拉利旗舰超跑 Rodici Cilindri 嚟咗香港啦。代理咧仲特别为佢喺浅水湾嘅陈列室搞咗场传媒发布会同埋 VIP 预览晚会。Cilindri 即系英文 cylinder 气缸咁解，所以新车名副其实系十二气缸嚟嘅。Rodici Cilindri 用嘅引擎咧同812 Competition 系一样嘅。都是用 6.5 公升 V12 的自然吸氣機器，內部結構經過改良，馬力830匹，扭力678 Nm， 加上新的八前速 DCT 自動波，零至100公里加速時間 2.9 秒。至於車價方面呢， Coupe 硬頂版香港賣698,800元起， Spider 開篷版呢就賣771,000元起。不过代理咧就话 Spider 版嘅 quota 咧已经卖晒啦，依家净系收 Coupe 版嘅 quota 嘅啫。另外厂方仲特别为香港地区限量生产总共12部，各6部嘅 Mountain and Sea 香港专有版嘅。当其他对手都要转出混能超跑嘅时候，拉里都仲坚持出紧纯 V12 引擎。依家不如一齐听一下呢副 V12 底嘅叫声先啦。第二单消息咧就系同国产电动车品牌 Secret 极黑有关嘅，代理咧就帮 Secret X 咧喺 The Ritz Carlton 搞咗一个传媒发布会同埋供车迷预览嘅专场。当日有份参与发布会嘅唔只有极黑同埋代理嘅高层，仲有吉利汽车集团环球设计副总裁兼极黑嘅设计总监，同埋岑丽香一齐出席。车价方面咧 ，Secret X 嘅后驱版一换一卖紧249,900，四驱版一换一之后咧就卖269,900嘅。至于买呢部车之前有咩要知道，咁就要 click 翻上面条 link 睇翻我之前试 Secret X 嘅片啦。跟住呢单又系同 Secret 有关嘅消息咧，就厉害啦！话说 Secret 009呢款电动豪华 MPV 啱啱出咗新嘅 facelift 版，同埋首次出现嘅犹太版，所以就特别喺亚洲国际博览馆搞咗一个全球嘅发布会啊！邀请咗嚟自全球各地嘅传媒出席之外咧，仲大搞埋呢个网上直播，兼请嚟艺人佘诗曼同埋天王郭富城。前者咧就做网上直播嘅嘉宾，而郭富城咧就成为咗首批009犹太版新车嘅车主添。讲翻部车先，书港嘅犹太版009分别有6座豪华版同埋7座中通版两个型号。同内地版本唔同嘅咧，就系书港版系沿用前期版本嘅 400V 架构，前后摩打输出咧可以有603匹，扭力693 Nm， 零至100公里加速4.6秒，116kWh 嘅锂电池啦 ，WLTP 续航距离有成580公里。設備就有15寸的輕觸式中控台屏幕啦，17寸中排屏幕，有成20個喇叭的雅馬哈音響、電冰箱、AI Mate 語音智能助理等等，幾乎講得出的配備咧，009都有嘅。咁究竟賣幾多錢呢？無論是6座定係7座版，一換一價錢咧，都是由755,000元起嘅。Open Car 咧稍後咧就會試車噶啦，想知道009啲咩咧？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来到最后一单消息都是关于内地品牌，就是 Xpeng 小鹏汽车在香港的第一间 showroom 正式开幕了。这个 showroom 地点是在元朗 Yoho Mix 原点，占地超过3700尺，入面特别用了水磨石、铝材、木纹和白色油料，代表小鹏汽车在科技、人文、创新和传统之间达至完美平衡。至于在 showroom 的开幕仪式，不只有小鹏汽车和代理高层的出席，还有首次在香港亮相的犹太版 G6 电动 SUV，同埋最快會喺今年第四季有猶太版本嚟到香港嘅 X9 電動 MPV。據知兩款小鵬嘅新車咧喺香港咧已經收到超過500張訂單啦，成績睇嚟都唔錯喎。好啦，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先，下次 Open Car 講經再同大家講經，拜拜。